电影娱乐与你解忧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优，今天带来一部动物变成丧尸的科幻恐怖片《动物僵尸》。某个动物园里，一只小猴子被送到了医疗室，经过一番检查，兽医说这只小猴子感染了某种非常罕见的病毒。就在兽医准备给小猴子进行治疗的时候，小猴子一命呜呼了。兽医觉得小猴子可以再抢救一下，于是给他注射了一管血清。就在这时，其他的小猴子开始疯狂的嘶吼。女兽医认为情况不妙，病毒肯定通过空气传播给了这些猴子。紧接着，刚才那只死掉的小猴子居然复活了。不对，并不是复活，而是变成了一只丧尸猴子。丧尸猴子的力气非常大，他直接推倒柜子，砸死了一位兽医小哥，而另外两名兽医活生生的被丧尸猴子给挠死了。临死前，兽医按下了报警器。接到报警后，保安姐带着保安小分队来到了医疗室，结果这群保安也不是丧尸猴子的对手，因为那只丧尸猴子将其他的猴子全部感染了。与此同时，一群实习生正在动物园里参观，他们并不知道这里已经成了丧尸动物园。保安小分队遇险后，管理员艾玛立刻报了警，并封锁了整个动物园。随后，一直被感染的野猪攻击了实习生，马文妹吓坏了，直接往树上爬。没一会儿，过来几头丧尸长颈鹿，长颈鹿伸直脖子就将一名小哥给叼了下来。危急关头，保安姐赶了过来，长颈鹿还是比较好对付的，保安姐开了几枪就将长颈鹿给击退了。马文妹得救后并没有感谢保安姐，而是趁着保安姐给小哥包扎伤口的功夫开走了他们的越野车跑掉了。马文妹想离开这个鬼地方，于是开着越野车一路狂奔。来到门口时，马文妹才知道动物园的大门已经被封锁了。马文妹打算从大门翻出去，结果没爬几步就被一只丧尸狮子给拖走了。另一边，保安姐他们遇到了一只丧尸大猩猩，大猩猩非常凶猛，保安姐他们只有逃跑的份儿。经过一段追逐，保安姐把大猩猩引到了一座假山下面，然后用一块大石头将丧尸大猩猩给砸晕了。随后，保安姐他们找到了马文妹，不过马文妹已经断气了。就在保安姐联系管理员艾玛的时候，一大群狮子围了上来，于是保安姐迅速启动越野车离开了这里。甩掉狮子后，保安姐他们又遇见了一群丧尸大象，幸亏这群大象只是路过而已。经过重重困难，保安姐终于和艾玛会合了。艾玛说必须把动物园里的动物全都解决掉，不然跑出去一只，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会感染成丧尸。一番商量后，大家决定用瓦斯罐炸掉动物园。说完，大家开始行动了。就在这时，几只丧尸鹦鹉开始疯狂地攻击鸟禽馆的玻璃，如果玻璃破了，那鹦鹉也会飞出去感染其他鸟类。危急关头，保安姐朝着布置好的瓦斯罐开了一枪，砰的一声，鸟禽馆瞬间就引爆了，其他的丧尸动物也全都被炸死了。就在大伙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，那只丧尸大猩猩冲了出来，大猩猩上来就是两巴掌，保安姐和小哥瞬间就被甩飞了。艾玛见状，急忙掏出手枪朝着大猩猩开了几枪，大猩猩嚎叫几声后就断气了。最后，保安姐他们坐着直升机离开了这里。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电影娱乐与你解忧，下次再见。